最近上网看了一些网络热词，账单是小康，隐形贫困人口，定金人，巨款人。哎，我才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挣钱是一把好手，省钱也很有一套啊。都说花钱会上瘾，其实省钱也会。这水果了，你呢？钱的肥不行。说这个，你可以吃西瓜，它虽然甜，但是 GI 值低。嗯，但是一吃了不吃多，它吃多。嗯，我从老二也没做成事了。我也是。去超市，我都太想逛超市了。你想买啥呢？我到超市，我就啥都想买。哦。你不爱逛超市吗？我以前爱逛，因为以前你喜欢吃零食的时候，你就老想逛。嗯。拿去。那时候我周六，高中的时候就周六是没有晚课，最后一节课放学之前，我就开始已经计划了，一会儿要去超市买啥。完了，那时候就已经老开心了，而且计划我买，还怎么吃蘸牛奶，还是买牛奶。回去看的时候，要是我们得边看哪个节目边吃。你呀，那我特别，我成年之后特别爱逛超市，也老幸福了。就我喜欢在里边溜达，还能看展览似的。完了啥也不买吗？没买点啥？就是，对，我就看这个商品那个商品，我就心情可好了。就你在艺术馆，啊，去看展览，那个东西它也不属于你，对吧？你也不会把它买回家，那你就是高兴。那展览那个就是给人看的，那个超市。我逛完之后，我看展览的心情是一样的。哎。哇，你说这个收藏啊？哇，这个看着好好吃啊，但我也不买。好吃就买，你看吗？不是怕胖吗？不是怕胖这件事，你一旦减肥吧，你就开始逛超市，你失去老大乐趣。对，是的。去超市，我都太想逛超市了，买啥呢？一会儿。你那天买那个超市，他自己做的那个鸡啥的大吃。烧鸡拌菜。对。熟食。对。而且我觉得超市的糕点区也贼香。就那不见光，往那一走一会儿。对。你就勾引。对。我都不大肚子，就想买吃的吧。你吃的买不回家锅，我觉得行。回家锅就，咱俩买回家锅，回来就能找到了。但是我放油。对，心里有点。烦死呀！找啥？我啥？然后买土豆香莲、鸡米花。啊，对对，吃完。那没事就可以炸。对呀，没事就炸炸，看见这。自己背老胖了。渐渐失去工作，到了这个节目就变成唯一的工作吧，还是？好吧，那就变成一个减肥节目，但是减肥就完了吗？真多讽刺啊！赶紧走吧。然后我看书了，我用了一年多。我网上还没看见。咋的呢？我没啥买的呀，还有多少？我没有买的，我没有买。自己去吗？不够，室友去啊。那你还是得有个人跟着。对，那你自己，我原来也自己，我以前还能自己一个人旅游呢。我也是。啊，现在啥？现在自己发展了，现在自己都活呗。以前都不在屋待都害怕。就感觉岁数越大越容易寂寞，越怕你一个人。没有啊，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空气大锅，真是。
吃完了，你又要吃完了。我不要我也。也没有那种烤盘。嗯。也没有骨肉相连，也没有鸡米花。他吃冰棍儿，但我不能吃，我忍住了，就我吓自己忍住了。我走吧，那就先告辞了。先告辞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是你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嗯。哎。你吃吗？不吃吗？不想吃。对。你好。这两个鸡架，鸡架里边加那个鱼豆腐、鸡肝，还有那个肠、鸡心，你就这个我都想一样来点。鸡腿也是拌的吧？鸡腿也是拌。那再要一个鸡腿吧，我再要个加翅骨和您啊。我换成五啊，够不够的？看看这帮年轻人都在干什么，都在干。
你是觉得你现在这样其实没有做你自己，主要是你今天出门你得有个精神状态。我平时我就怎么敷我就怎么好了。
这个戏不要钱，你们有的时候认识演过他会我家里都有，你穿了以后有沾上你的一些汗渍，很漂亮，还脱吗？不知道。来，我来给你们点点，那我就随便点一些。我你都吃啥呀？我是这样子，我要先看我的那个优惠券还剩几张。你会关注那些公众号去领一些优惠券，那是骗人的吗？公众号领券注册一个什么？哦，但是店里如果关注他什么啊，有有有，我回来要收到，或者就是注册卡赞卡。哦，有有有，有些卡，对对对，挺划算的。你买了？啊，我就天天给你推，完了之后说每天给你点多少钱？你看这个满49可以减12，而且今天就到期。那赶紧用吧。就它了，二话不说就它了。然后他就会吃货联盟会有一些餐厅，就从这儿选，然后再选一个距离比较近的就结束了。翘脚牛肉你们吃吧？吃可以啊。行，这下还行。翘脚白菜和翘脚白萝卜。翘脚是用吃法。乐山那边翘脚牛肉就是你好吃的，你脚都翘起来了的感觉，一种形容你对美食的一种享受的姿态啊。翘脚牛肉。哎，那它是不是其实就是素的汤煮的牛肉，然后蘸辣料？是不是，它那个汤底就是熬一天那种牛，就是那个用它烫各种菜色。它是低温的，就是不是低温，烫能低温吗？高温就煮的，但它汤里面有一点点胡椒，就喝起来很鲜美。它可以喝。我来点一个我们旁边放的抄手，大家当菜。抄手当菜。我经常点一份凉面，我说这个当菜。行。哥，可以。其实应该点的是冰粉啊。行。我还要喝八大汽水。喝。差不多了，感觉。可以了。金丝凉面，来一个吧。算了，给我吃。凉面当菜。我加一下，终于加不进去了。没关系，你点外卖也是看看我想吃。太少不少，够了。好逼真的，这个嘴脸，刚才嘴脸靠。行，现在买了109的东西，但是我哎，咱们点了啥了？109这么贵啊？全部预计下来到手价是74。那行，我因为有券叠加，但是我再买41，我还得减10块，那就不合适了。那就有点不合适，还要的是对，那心理不对的。有些那种冰淇淋就是第二个半价，我就一个，因为我又吃不了。对啊，白瞎了。现在预计6:50就来了，挺快的。因为这种还比较热，我稍微凉了就不行。我选餐厅还算是比较有，但我不知道这家怎么样啊。那通过什么呢？我通过一些软件，然后呢，我不看好评，因为好评有可能要么是刷的，或者是没有那么客观，差评是最客观的。怎么通过差评看这家店好不好吃？比如他就说，有什么牛啊，这家店服务态度这么差，好吃，一定是好吃的。因为他骂别人骂半天，他没骂到别人菜上面，他就是骂这个好上菜好慢呀，一道菜中间隔10分钟，细碎细碎，我们都半天都吃饱，好吃。因为他没有骂菜，我就会去吃这种餐厅。而且一般这种都是好吃的才敢这样，太牛，对，特别牛。如果说我花钱花的最大，我可能就吃餐厅。那我还好好奇，就吃贵的东西。我对吃东西，因为有些餐厅它环境、它的菜品那个价钱，它就是顶在那儿，没办法。你想吃到那个味道，就得花出那个钱。那你其他地方真的不花钱？我比如说我玩游戏机，我买的游戏盘都是二手的。二手的钱跟一手可以区别？里面是一样的，我又不是那种收藏家，去收藏那个游戏盘。那你买了玩完会把它卖了，三手的。但他们有好多人就是那种在网上买那种，就是像。那种巧克力棍的饼干，然后你再搜那种就是，有那种残次品，一大包一大包的。但是嘴上人家做的。对，就是一半儿，贼好吃。嚼在嘴里。然后因为刚才讲说卖给蛋糕店做那个装饰用的，但是你可以买过来，就便宜很多很多。门口有那种爆米花，哎呀，我老喜欢吃，特别好吃，但是你买品牌的都贵，还有散装的，对，有散装的，你别知道它的名字。你会去便利店拿那些快过期的？我会，对，因为本身你是吃的，
不买杯，它真的还便宜，半价。便宜。就是、好嘹亮啊，真是。你知道我有的是多夸张？我有一次拍那个广告，我就拿回去一箱烟的，一箱那个什么樱桃。以前刚下来的时候，看着经理吞着钢筋搬了一箱矿泉水，我说别，我说至于吗？这个钱是你吗？我说至于吗？你们真的比我还猛，经纪人比我还猛。搬箱搬水，我说求你了，这个你至于你给我放回来。我一般是比如说走之前。哎，路途上喝点水就是拿两瓶，六瓶的拿两瓶。啊！我们吃吗？吃，这就吃。香啊！你们这菜色太足了，今天。我还想吃大方国，才一会儿就能吃完。狗的胃是没有限量的，我发现。挺多菜的。这还别人家别的节目是个做饭节目，是个点外卖。挺好啊，这才是真实的我们。
其实罐子卖了，他没到期限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这个更过分，那让他进罐子，搞批发。他喜欢这种焦虑的吧？他带东西来，拿着东西走，然后大家家里我互相家里。那你说老一辈人的省钱习惯呀，真是。人家阿姨，我们，那我妈肯定是，我妈开始。那体现在哪？体现在哪儿？体现在今天，我妈在那喝一个东西，喝一个水，就今天跟她喝东西。我说那里面泡的是什么？跟她泡的是什么吗？嗯。飞机上不是那种坚果吗？一半坚果，一半果干，然后结果这泡水了。哇，机会是来我喝呀。喝吗？我没喝，他是喝，因为罐那些不是用来泡水的，对他来说就是吃不下都放起来。这个太过巧思了。但我觉得那样挺好喝的。然后他用来泡水的那个瓶子，是一个他去哪个景点玩的那种矿泉水的瓶子，反正就是我明明给他买过很多宝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永远用的都是一些瓶子。而且我妈最绝的是什么？小时候。我那时候很喜欢找些朋友来我们家玩嘛，嗯，然后家唱 KTV 什么的，因为家那个时候我爸爸做生意嘛，家里还算可以，就有 KTV 什么的。真的可以。这那个初中的时候还唱 KTV， 然后我们家，客厅的点灯它是有一层、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如果要开五个开关，所有的灯才全亮。平时就只开中间那一盏最微弱的那盏黄灯。我那时候是把所有的灯都开得最亮的，我就朋友来嘛开。结果我妈从房间里出来，我们在唱歌，她直接越过门，完全不在乎我们，然后把四个灯全部关了，然后只留下那盏最微弱的黄灯，又回进去了。把我吓死了！朋友正在唱歌，哎，就阿姨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然后就把灯给关掉了。我妈也是社交很牛哈，啊，这个应该好多了。但多亏了她这些事儿，给我提供无数的段子可以讲。永生难忘。你们自己会真实的理财吗？对，理财产品。哎呦，会买保险，买保险，炒股票，买基金。那我没你，我就是我是跟我那个银行的经理，他会说哪些保险是那种稳健型，我都买稳健型。我也会买，但我也会买。你炒股有点厉害，你会炒吗？我看得懂。看懂了。银行能跟你讲吗？还是自己就？没有啊，你就自己看呗，有跟朋友也聊呗。不是这样的，炒股票，买基金。然后稳健的那种保本的理财，然后保险，那个存款。你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盈利的，对吧？对啊。你是稳健型的，你能稳健的年化我吗？那没有那个那么稳健。200%的收益吗？就我买基金的话，就是就不赔不赚不卖了，没有没有。你必须守住，必须得赚。就是我能拿住。昨天还看到热搜，基金大跌。怎么一上热搜就大跌？我正买的，你买过基金？我现在就留一直套在里面的是吗？套着呢。我买的当天是最高，变成涨了，就是涨了。你想哎，谁会买呀？我一个上一次买股票大风四，我都知道不能在那种时候买。不是我当时大家他们告诉我你买这个，谁会在涨的时候买？跌才买。对呀，大跌的时候买啊。就是他们想喝的，你就拿一个来喝，可以喝。那这个还挺健康的，第一次。第一次吃这个，但其实就还是算是有些滋味儿，这个汤还可以的。就是小的美食，就是如果是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形容一个没有什么味儿的食物，该用什么方法？比如说啊，美食节目主持人，他们真的没什么味道。我已经非常专业了，因为有一些是这种。想好词儿，比如说入口即化，那么一句话，又来又嘴，我都恨死他。我说你能不能稍微走点心，看看我的啊，最专业的主持人，美食节目主持人。嗯，他保留了食物它本身那个鲜甜的味道，而且他这个您这个菜应该吃绿色的，就是什么？绿色，赶紧跑水果去。就赶紧问，你们平时培养他是怎么做的？开始让别人讲。你得先嚼，让人家知道你才能再吃。嚼完很惊喜，而且有心疑惑。但是还有个女主持人，我们那个她也是主持人挺好的，这样。两个表情的话，我都感觉不是我自己咽下去的，他们是自己排着队，一下一下。我说不清，就自己排着队。我当时说他们学起来，还
还有一些就是，如果你实在想不到的话，你就可以做综艺。啊，好吧，好吧。这样子。先缓一下，先缓一下。哇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这么大？刚刚没到手怎么办？什么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对啊。都是吗？我还有最厉害的一招啊！你说这家烧鸟牛肉哈、啊，这家烧鸟牛肉在北京。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随便抓个人过来，他就叫大爷过来，就人人共同大爷，是不是啊？这家烧鸟牛肉，不知道，我就晕倒在地。啊，肯定不是本地人，如果知道怎么样？他随便说什么，这个对我可以立住。做作业好难啊，现在怎么都用过。早期早期，现在稍微收敛一点了。老油皮厚。是你今天要传授给观众这些吗？没事，给我俩传授这些。今天可热不赖。你做过美食节目没？没有。你应该很适合做，吃的特香。那你你是那种纯吃就给人吃的美食，吃的很香的。巨香。因为你说形容口感，食物形容词很少。对。蔡澜就是那个蔡澜先生，不是写美食嘛？他就说，他说食物特别难形容，就是好吃不好吃，就。我们作为美食节目主持人在那儿疯狂形容的时候，是因为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有的时候，你知道蔡澜有一次他跟我们节目，然后他人家做了一个五花肉，他说你这个肉做法是非常非常好吃，但是你有一个地方没做好，你瘦肉煮得很烂的时候，你的肥肉已经烂透了，你应该煮的时候瘦肉泡在水里面，肥肉在水面上靠蒸汽把它蒸，这样的话瘦肉和肥肉的烂的程度就是刚刚好。他能给人家说这些，心服口服。我们就好吃，不可行啊！不可能，所以你太差了。所以就，但是这个肥瘦肉这个事儿，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机会用，没法说，再也聚不到这种菜色了。肥瘦肉的，人家说我就是不错。那你太气人了。怎么吃爽了？幸福了？我一般什么，我就吃到特别想吃的东西，你盼了很久，你最后终于吃到，然后我会特别爽。那就是明天爱吃啥？炸薯条。有些时候到酒店太想吃一份炸薯条了，想吃那面刚炸出来的。我就在户外已经特别热的时候，走进空调房，我说感谢四大发明之首的空调，真的。谢谢四大发明之首。空调真的比你有用。是的。我们真的应该把发明空调这个人的名字背下来。他叫？不知道，啊、查一下。威利斯·凯利。威利斯·凯利。威利斯·凯利。感谢这人。那我们大家拍个合照吧。哎，好，合照。我在吗？你搁哪？你就拍你自己呢，哥。我这边有在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三二一。哥，我就剩一半了，你不是我在吗？你来，你可以在我里面提。我这张也不好看，因为我也付出了很多。我在吗？这下你脸都在，绝对都在。我脸太大了。其实别人的生活只是一种参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去生活就挺好，祝大家都能过得舒服自在。九四六，你这个脸，你吃了健康健康，我跟我说的都假的。因为你假释让我去容易。看电视，他把第一期给看了呗。我感觉那个场应该太好，应该有提示。哎呀哎呀，快点，那个，就是好，小心吗？没事。你不买辣椒面啥呀？那你后面晚上给你拿出来，二两面条，二两干豆芽。我说大胖，咋穿好了？很好。是。你和我也都给你，你有没有
没有反应，他拿那么多的东西，咱俩没有一个人上去伸个手帮他拿一下。那就是，那根本不是，你是伸过了，对，我连动都不想动。哎呀，敲门。相信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。应该会有，是不是会有惊喜？